每当我娘都有自己的壳，就连蚂蚁也有小小的窝。长安街上霓虹闪烁，万家灯火，我只要你点亮一盏灯等我。外面世界数不清的诱惑，有人变了，有人依然执着。每个平凡的人都像我们一样，来不及看风景，在路上奔波。啊，茫茫碌碌的生活，我们像个陀螺，拥挤的公交车总有梦想盛开着。爱情不是童话里美丽的空中楼阁，绚烂之后降落，柴米油盐的生活。啊，匆匆流逝的时光，我们留住什么？葱郁的青春里还有歌声回荡着，生活教会了我们什么叫知足常乐。只要有你陪我，就是最美丽的烟火。谢芳，感谢一号哥，谢我们家一灯，感谢我们一灯啊，感谢我谢灭火二，谢灭火二，唱歌太好听了。那你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叫宝宝的一个劲的让我上票上票，说要偷塔偷塔。你觉得对面姐姐家的条件这么猛，咱们偷的赢吗？他压的球，他肯定是的，一个劲让我们偷塔。这样我上也输，就是因为你没有上，所以咱们没赢。对呀、啊，那他为啥他不上啊？就是啊，他一个劲，我们家大哥一个刷了十组一三一四，一个刷了六组，还有一组呢，然后又几次没上得去，啊、本来就是。那个啥，我这把已经很有气势了，打这么多票，我上一把才打了三百多票呢。就是他应该，他压了的话，你的倍数那么高，就应该他上票。他还那啥，在这说风凉话，说你们高调了，我们啥时候高调了？对我们来说，输赢就不重要，反正我们家也没压球，大哥。你不知道，你可能第一天来我直播，对我来说，我是一个输赢不重要的主播，最重要我只要输的不难看就行了。这个1.11倍确实有点太那啥了，太薄了。是不是1000个球只赢100个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这个有点太薄了，太薄了。但是比输了好，你输了你直接都输没了嘛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再一个你这边倍数那么高的话，就基本赢的几率要小一些。对，是主要你们家下重了，那肯定是要维持自己直播间赢的。对，刚好我直播间我们家大哥哥回来了，赶上了给我上这么多票，我已经那啥了，而且我们家另一个大哥也冲了好几组一三一四，所以我已经很开心了。好嘞，老登你那啥吧、你下吧，等你忙完了今年然后你再守护我。你这个都不算重注的，我遇到了一次特别重注的，你知道我多少倍吗？500多倍。啊500多倍？对，我500倍，对面是1.01，我是500倍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当时自己看都吓一跳。谁要在那边赢了的话，谁要在那边赢的话，那就赢大了。就是因为我这边没人压，所以对面500倍，所以我500倍。感谢我们方啊，如果我真压了，那肯定没有那么高的赔率。哎，你那边有一个人压都行，就一个人压就可以了。但我们家很少有压球的，他们我直播间有一点人特别好，他们有一点球啊什么的都给我上票上了，他们没有能力，没有球压了。是吧？嗯，我们家人是咋的？我们家人是说，人家压该压完了，压挣的球完都给我刷出来，都刷，都留着，谁也不谁都刷，谁也不留着。那挺，嗯，拜拜，再见再见啊！都那什么，都上出来了。谢谢你这几个灯。刚才我都寻思了啊，我刚才我都寻思了，我想给你这几个灯，给你这几个灯，给你就是那个把那个油都给你寄它，知道吗？让你们没油，让你们亮不起来啊，让亮不起来。那是浮动倍率，最终没有那个倍率是吧？500多倍，妈吓死了，吓死了。外面世界数不清的诱惑，有人变了，有人依然执着。每个平凡的人都像我们一样，来不及看风景，在路上奔跑。
车，总有梦想盛开着。爱情不是童话里美丽的空中楼阁，绚烂之后降落，柴米油盐的生活。漏灯骂这还有好吗你？这还有好吗？骂好骂这是受得了吗？这是你穿个老裤衩带，你是不是刷点星人中球就开始抽中奖了？